带大家去看我们的 GTA， 居然有河掌村啊！类似像河掌村的建筑物实在是不多啊。哦，这直接进来了，哇哇，蛮有设计感的，全部用木头啊，木式建筑啊。咱们瞧瞧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播放音乐的地方，这么先进吗？会按啊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小小兵哦。2929是什么？哇哦，那是哎，三角形的建筑啊！它中间是用什么东西搭成的？哎呀，这是什么？那边是我们的小型厨房。哎呀，这是可以出去的吗？这个 view 很好哎。我这边还有洗手台跟这个冰箱，冰箱饮料很多，这完全不用怕。喝不完啊！哦，这什么啊？哎，这是我们的浴室啊，马桶，嘿嘿，它居然还有放熏香哦，这个 view 好棒哦，旁边就是灯塔，不晓得晚上怎么样啊？啊，哦，对面是谁的家？好面熟哦。哦，这是他的卧室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暖炉吗？现在天气这么热，怎么搞错啊？哇、哦，感觉他的床好小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样破解金库是吗？该不会有地下室吧？哦，这什么 ？MacBook， 嘿嘿，啊，这个 view 真的很好啊，里面还可以烤肉，对了。哎、欸，我太暴力了！啊，那个木头被我踹坏了。Oh no! Oh no! 我只是来参观的，不是来搞破坏的。这个就不行啊？为什么不行？刚才那就可以。这也可以吗？哎、欸，灯坏了，灯坏了，冒烟了啦，冒烟了，会电到吧？这个。我们上去看看，这是到哪里啊？哦呦，自动门呐、啊，自动门呢、欸？它怎么控制的？它是不是用太阳能板啊？位置很好，这里很适合钓鱼、办 party 的好地方啊！哎呀，这是肉排，肉排还是烤焦的面包？应该是肉排了。不会爆吧？这个，别闹了好不好 ？OK， 所以他二楼有什么、啊？再看一下、啊，二楼有这个望远镜哎，这望远镜想要看什么的、啊？我们来实测一下这望远镜看到哪边去好了。哎，可以看到对面有灯塔哇！还有灯塔呢，好酷哦！这个，哦吼，哦，有个人在跳舞哎，为什么？我居然看到个妹子在跳舞，那是晒日光浴吧？这个，等一下太小了是吗？我再放大给你们看，你们慢慢的欣赏。OK， 影片先到这边，喜欢按个赞哦，别忘了帮我分享。还没订阅，赶快订阅喽！先这样子啊，拜拜。